高雄市茂林区每年最重要的紫斑蝶赏蝶活动正式开跑。交通部观光局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今年和高雄市政府合作，共同行销规划以紫斑蝶为主题的旅游行程，希望打造包含鲁凯文化以及生态特色的国际赏蝶活动。在这个时候，从远从好几个地方的紫斑蝶就开始飞到我们茂林，在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准备过冬。这个是台湾唯一的，在这个时间到我们明年三月份会有长达几十万只的紫斑蝶在这边栖息过冬，准备繁衍他们的下一代。高雄的原乡除了有优美的山林，还有非常丰富的生态，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紫蝶，好，只有我们茂林才有。那我们在按着季节的不同呢，比如说我们在纳马夏也有我们的萤火虫。除了生态山林之美以外，最重要是我们的原乡有我们原民文化之美。每年十一月开始，高雄市茂林区的紫蝶幽谷都飞满了来过冬的紫斑蝶，与墨西哥帝王斑蝶谷并列为目前世界两大规模的越冬型蝴蝶谷，是全球很重要的生态资产。因此茂林区公所希望将紫斑蝶列为保育类生物，让紫蝶生态持续带动茂林的地方产业。希望我们的紫斑蝶能够纳入国家级的保育类的动物。像墨西哥原本是一个小小的部落，那经过他们的总统将大华斑蝶列入保育类之后，他们的观光产业增加了30多种的就业机会，一天有7000人口进入这个部落。秋冬时节来到茂林区，不只可以欣赏紫斑蝶，还有包括龙头山、多纳吊桥、小长城等特色景点，还有当地鲁凯族的传统文化祭典，喜爱人文生态旅游的民众不要错过了。记者报道，高雄茂林采访报道。